看新手有降临，那玩法还蛮简单的，所以这边一样是一开始也有中一些抽奖券。那大家一定比较好奇他的全角色的部分，我就稍微给你们看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哦，这就是我们的角色啊！哦，所以他的角色都是一些三国角。哦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哦，而且他说他是公仔耶，啊，这是我们的主角嘛？所以我要一键升级。OK， 先坐一坐。哦，上面那个是加速嘛，哈。剩下应该就很简单啦，就这样弄下去就可以了，应该是没啥问题。我要的发亮闪闪。等着你需要，只有你是的力量。OK， 原则上是这样。它等于一直开宝箱的那种游戏。哦，我知道以前有一款是一直开宝箱。哦，你看这样有紫卡，哇，紫卡英雄就直接出来了哦。欸，他已经帮我们上阵了，那我怎知道练谁？天哪，结果手速直接跑出来了。